位投资朋友打给后，那今天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哦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基本上来说的话哈、哦，我一直跟大家谈啊，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，陈老师啊，哦，阿基尼也 kiss 啊，哦，一直的，就是说这个问题，事实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谈小白兔的观念。那今年说句实在话，如果说你到今天为止啊，你仍然还是觉得说啊，大牛股比较有机会，那我陈老师说句实在话，那你可以等一等啦。可是我自己就认为今年就是兔年哦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，就是说这个观念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啊，也讲很久了啦，哦，世纪的啊，哦，哦，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小白兔的东西？哦，所以很多人还是在认为说，哎，大鸡也气呗。哦，我今年一直跟大家谈到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你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，量很重要。哦，很多人都说陈老师啊，今年吼、哦，我咧看吼、哦，都会吹咯，哦，量较大诶啦。那但是我陈老师还是跟大家谈，量大的不是不好啊，就是说你慢慢慢慢你会去发觉到，因为今年呢、啊，我陈老师也跟大家谈到过，事实上整个的所谓的啊，从这个瑞士信贷哦，对，到矽谷银行、瑞士信贷到德意志哦，这个慢慢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外资啊，他今年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。哦、我就讲到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像这种大牛股、大资的股票，在今年、哦、因为今年我就跟你讲，它就不是牛年嘛，今年它就不是大牛年，你知道它不是嘛，它就不是大牛年，把它放在心里面，今年它就不是大牛年、哦、所以我陈老师像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，你看像这个先进光没讲吗？连一光，那陈老师啊，那也没啥基本面啊，兔年之光啊，没有人会认同、啊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没人会认同，你知道吗？陈老师啊，你写安尼是咧丢搞哦，写安尼要怎啊？哦，晶国光，没有人会认同我讲的。哦、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说今年的妹妹嘎嘎在哪里。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最重要是今年你一定要去看到什么这个玩意儿嘛，它为什么会上来？没讲过，我没讲过，没讲过，都有给你暗示吧，没讲过啊，没讲过，把它放在心里面、啊、因为我一直跟你提到今年很重要的观念，很重要的观念是怎样？股本的问题嘛，买鸿海不如买双倍的鸿海，买台积电不如立刻赚台积电。今年最重要是什么？股本的问题啊！你都买那个几十亿的、几百亿的股本，对不对？像这我没讲过吗？这个我讲过。今年来创新高了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股本嘛，都讲过，都讲过。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说，今年你要去注意到有一些族群，它会非常的很活泼啊。所以陈老师今天跟你说的东西，有人说陈老师、啊、我卖掉啊，我已经 卖掉了，我说你今天卖掉不是我的问题，你今天卖掉不是我的问题，你今天卖掉的不是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你卖掉今天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吧，啊，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没有人要啊，410张，3月16号，
刚我王贝尔呀，真的好人要，三月十六号，邮标在这里，400张而已。那陈老师啊，你每次都找那个量很少的，我说今天不是找量很少的问题，是你都喜欢买那个每天都20000张、30000张、40000张、50000张的量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今年这种股票你要很注意。很多啊，陈老师啊，我就不爱买这种股票。我说我知道你不爱买，但是有些东西啊，你以后啊你会感谢我，会不会再上去啊？陈老师就写这样子，联合大家一起大发光，这样会涨。我说你2023年啊，2023年，你看你这一天814张，没有人要啊，没有人要。你看这难道没讲过吗？上上之选，全力冲刺，这都应该都讲过吧？我感觉大呢。上次讲泰硕，我还是泰硕第二嘞，今天也创新高了。那你要看它的股本，你看为什么？我已经一直跟你提到过了。啊，陈老师，我卖掉了。我说你今天卖掉不是我的问题、啊。哎、啊，一下来我就走了。我说今天你走了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今年你必须要去看到未来。未来这些小白兔的股票会不会大，会不会大喷发、啊？我跟你讲过的股票，等你卖掉了以后会不会大喷发？是这个问题。如果我现在只是跟你提到说啊，今天都是那个前面寡气来寡背来，等刚啊量最大的啊创新高的，看到都是业绩最好的。哦，那可不，那可不一定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涨那种量，找那种。都喜欢讲那种量很大的，然后创新高的股票，哦，大部分非凡东升都讲这种嘛。那、啊、当然今天也有这种啊，但我不会跟你讲那种。我都讲那个、啊、量很大的，然后一天都20000万张、30000万张，甚至50000张的量的，然后一堆人在里面当冲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创新高，业绩很好的，我不会跟你提到那个东西。我今天我跟你讲的东西，以后啊，有一天啊，你会感谢我。我说下一个联益光，你看在3月16号讲的，波浪爱贝啊，金国光今天你看，还上个礼上上礼上个礼拜吧，那个连续假期之前，哪有人要？没人要啊！而且今年这些股票，你有没有发觉到它有个特性？都股本很小，都股本很小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都是股本很小，都是股本很小的。啊，这会再涨啊！所以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嘛，今年嘛，兔年，小只的小白兔，两双倍的买鸿海不如买双倍的鸿海，对不对？买台积电不如立刻赚台积电，为什么？台积电你1000亿的股本，几千亿的股本，这一只股票还不到10亿的股本。先进光，买大力光也不如买先进光。啊，陈老师，这股票我不喜欢。我说今天不是你喜不喜欢吗？今天不是说你会介意没介意吗？你光看这个就很吸引人了，好不好？欸、光看他如果40亿还是400亿还是4000亿的话，他能够联合大家一起大发光吗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看看。所以今年你有没有发觉到这种小白兔的东西很多啊？而且都是突然冒出来的。小白兔、小而美，很多啊。有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今年我就不想算了。我今天不是你会算，不想算了。是你爱买不爱买嘛？你永远都在看，对不对？谢金河讲的，永远都在看古月涵讲的，永远都在看非凡东升讲的。那你那股票不买到最高点？但是我跟你讲的东西，你今天看到不见得，对不对？会是那种报纸上《工商时报》《经济日报》每天看到就是啊，业绩大好，业绩大倍棒。我今年是不是一直告诉你有几个非常重要？一个 IC 设计，一个被动元件嘛，一个光学镜头嘛。今天你看被动元件有没有动？我想被动元件，我会讲后面还有的瞧嘞，是真正会涨的还在后面，还不是你今天看到国巨、华新科，
等你卖掉了就喷了啦。哎、欸，被动元件一定一点后面起到碎机来啊，对，什么开妹啦、大义啦什么的，哎，我不要再讲了，讲那个说真的，对，信昌店啦、假霸啦，我今天跟你讲很多东西哦，你有一天你会认同我啦。我说陈老师啊，哎呀，我都不爱买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我说今天不是乱七八糟。你不爱买我知道，你要买鸿海啊，你不爱买双鸿啊，对啊，你爱买台积电啊，你爱不爱买立刻赚台积电啊，你这观念要改嘛。我今天不要跟你谈说他业绩好不好，好不好，你就光看这两个字就很棒了嘛，立刻赚台积电，对不对，你光看这两个字，双倍的鸿海，这名字取得不是很好吗？对，这不立刻赚台积电，双倍的鸿海，联合大家一起来大发光，我没说过。有时候这个名字不好吗？上上之选，全体中制。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些东西你说我没讲过，我都讲了吧。先买先赢，赚进大财，发光发热。我蔡老师常跟大家讲，今天的股票市场里面就是一个字叫做小，就是一个字叫做白，就是一个字叫做兔，沙利嘎起来的小白兔。那你一直要买大牛股，你今年你看看，现在已经四月都快五月了，你一直在买那个大只的大鸡的，我就跟你说那个牛年，对不对，长那些大只的，那问题是现在是兔子年呢，小白兔喜欢见到光嘛，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，小白兔不是喜欢见到光吗？所以我今年有跟你提到过嘛，光学，因为这叫小资嘛 ，IC 设计也会在上哦，还有叫做什么被动元件嘛。当然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很多股票，那个都是未来的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陈老师啊，你觉得现在目前来讲，你在看？我正好是今天送给大家一只股票，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先放在心里面。有一天我跟你讲，你就怕你连追都要追，都是用追的啦。没说过，我们来慢慢看这一只股票，把它先放在心里面哈。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，有一天你会把它了解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要飙哦，要飙的股票哦，你先把它记住，我发，六一类股我最发，啊，你看先啊，哎，记得在啊，六一类股我最发，先把它记在心里面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冲上去，我跟你讲，大家是能涨啊，能够涨到第一名，能够连续喷发的各位投资朋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会讲到这样子算什么哦？谁以后更强哦？你先把这几个字先给我记住。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，和和气气，昌昌旺，念三遍，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，然后再把这几个字把它记住，我发发发，六一类股我发发发。我跟你讲，未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所有的法人，所有的投信，所有的老师都会讲，等到了这一支了以后都讲了啦，但这支来敢拢讲啊！我讲话没人信。今年我跟你讲，真正厉害的还在后面。今年真正厉害的，我跟你讲还在后面。哦，有一天你会印证我讲的。我陈老师啊，香港我也无买啊，啊连一关我也无啊无啊。先进光我也没啊，金国光我也没啊，上全我也没掉啊，国际华新科你也有说啊，我也没掉啊。你说今年被动元件、光学、 IC 设计，我想接下来都很多啊。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反正我跟你讲啊，有很多哦消息面的东西不能讲太多，这样
有一天哦，有一天我来讲啊，你一定是买在家啦，一二三四五，你一定买在这里的，我跟你保证。到了这边，我跟你讲，所有的人都来了。我去年讲一只股票叫银邦哦，30块没人要，你知道？100块法人一直买，一直冲了。我讲联益光也是啊，下面一天不到100张的量，联益光啊，没人要啊。金国光也是啊，先进光在下面都没有量了，没有人要啊。一上去了以后，涨了5只了，都涨到第5只了，开始了，好了，打给来妹哦，打给来妹啊。那我今天我要你记住这几个字，多看几遍，永远把它记住了，跟我念3遍：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，和和气气。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，放在心里面。有一天啊，我跟你讲，全市场说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业绩啊，那等以后啊，哎，陈老师啊，我现在哈，我都最爱买那个什么国防工业啊，我最爱买那个什么游艇。我跟你讲一句话啦，股票市场里面是这样子，等到有一天啊，涨到被分盘的时候啊，你再追就来不及了。涨到有一天被分盘就来不及了。我每一次股票到最后涨到都是被分盘。那我陈老师今天告诉你，这个行情基本上来说的话，你告诉我说，我要买，我今年要去买大牛股。Please go on, please go。陈老师，我今年我就是爱买大牛股啦，怎么样？什么买台积电不如立刻赚台积电，什么买鸿海不如买双倍的鸿海。我陈老师一直跟大家讲，今年啊，这个涨到说真的，这个我都不想讲了。我今天讲句实在话，也不要你再追了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说的千线万线不如一条线嘛，我怎么知道买在这里？你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买在这边？我哪知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今天讲句实在话，我哪知？我怎么知道？各位投资朋友我怎么知道？要买在这里？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你今年我就跟你讲，你就是不能做当冲嘛。你今年你不要跟，你一定要做波段。你今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强最强的未来。我今天说句实在话，你就像它涨了一大段啊，陈老师啊，我今天我就来追了啦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讲句实在话了，还没开始的股票哦，总有一天呢、你也干不了我、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，我只要大家有一天能够昌昌旺旺，能够发发发。能够我发发发，我陈老师讲的物件你不信吼？有没有那种超级大力多？真正等在后面你看不见的，而且未来来讲那种大力多是震撼全市场，不能说的大力多。你《工商时报》《经济日报》看到的那都不是力多了，那都是最高点的力多啊。你《工商时报》《经济日报》看不到的利多，你57台、58台没在讲的利多，那才叫利多。等到涨了一倍、两倍、三倍了以后，那再来《工商时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。现在哦，联益光、先进光，为什么今天光比较强呢？那是利多吗？等到今天大家都在讲双红、都在讲利基的时候，那是利多吗？等今天大家都在讲国防工业的时候，那是利多吗？啊，台湾要修正了，台湾要修正了，真的打起来，国防工业我讲难听，那所有的股票可能都要全部要下市了嘞，还国防工业嘞？我正好是跟你讲，那能打仗吗？我只是跟你讲一件事情，真正的利多你是看不到的。今天正好是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，我想未来今年啊，很多人都在问我，陈老师啊，今年有没有那种会非常可怕的东西？我正好是再讲一遍，就算有也不见得会是你的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份资料先送给大家，好好把握今年小白兔年，
接下来一只比一只的小白兔更强、更飙、更悍、更会涨停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八八八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，今年是一个非常 very good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年绝对是散户最爱的嘛，小白兔嘛，散户不就是小白兔吗？我这样子，我常跟你讲，有的人喜欢买那种大基的啊，大基的是法人赚钱呢，你去就是你的赚钱而已啊，要不然航运三雄怎么到最后全部的散户都套在里面？但是小白兔就不一样，小白兔连是散户赚的比那个大，比那个法人还要快。我讲话你有没有懂啊？大牛年是法人啊，法人，大牛年，记住大牛啊，不见得不好，不见得好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要积极一点，懂不懂？你不要看我写这个、啊、很有道理的，这大牛年是法人在坑杀散户、啊、大牛啊是法人坑杀散户，这小白兔年啊是散户坑杀法人。懵呆你，所以今年你有没有看到，今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瑞士信贷啦，什么德意志啦，对不对？什么矽谷银行啦，我看接下来我跟你讲，一头拉股，一头拉股外资啊，一头拉股法人啊。所以今年我跟你讲，反过来啊，颠倒病哎，我跟你讲哎。还有今年很多银行啊，你在银行里有没有软妹啊？我跟你讲，今年这小白兔啊，这法人啊，法人要出问题啊。法人要出大问题，反而今年散户会大赚钱。今年算的话赚多少钱？你不要看我写这个啊，大牛年，牛年啊，就川普那一年嘛。法人坑杀散户啊，小白兔年，散户坑杀法人。你不相信？很准。这小白兔年啊，散户坑杀法人，
大牛年是法人坑杀散户，你没看航运三雄，台积联电。所以我陈老师跟你讲，今年哦，啊，陈老师我都卖了，陈老师我都卖了，陈老师我都没去啊啦，我都卖了啦，你不要再讲了，早就卖了，你有讲啊，我都没掉啊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卖掉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等有一天啊，等有一天一直起你，一直起你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这种股票哦。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哦！我跟你讲啊，陈老师啊，我才来买两张啊，啊，不要紧啊。陈老师，我的股票哦，我一天无一万张、两万张，我未买啊。哎、啊，最近拢 CA 内底啊，拢咧冲一种啊，非凡东升讲的啊，一天拢三万张、两万张、三万张的啊。我跟你讲，今年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追在这里。你有一天，你一定会追在这第五支啊。好好把握今年小白兔，谁会和和气气、昌昌旺旺？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